我是 BJ48 的黄轩琪，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个视频。可以小声一点。今天是2022年5月22日、对，一年前。我是一年前的你写的信。哎，那个时候我是蓝色头发，这个时候也是蓝色头发。成年人了，真的开心呀！是不是可以游戏没有防沉迷了？北巴也迎来了他的7周年。嗯。这一年来，不知道你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？现在那个时候就是有差距吗？有突破自己吗？现在漂亮一点。有什么进步吗？有没有变瘦？有没有长高？嗯，没长高。好像对你的期许有点太多了。不过我更希望你可以开心和快乐。就跟自己说话有点尴尬。还有就是，希望你有能力和勇气面对更多的事情。应该有了。坚持和勇敢。弹幕说没有，明明有。被更多的人喜欢着、爱护着。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，我希望你不要为还没有到来的事情过度焦虑，不要垂头丧气，不要怕被讨厌，要更坚强一些，像在读课文，有点好开心一些被审判的感觉。或许在新的一年也会遭受到挫折和打击，会迷失自己，失去前行的勇气，但请不要否定自己。好的，不要否定自己，更不要忘记身边还有很多人，他们都没有离开，他们一直在陪着你，然后保护着你。是的，要相信失去的都将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。写得好。然后要相信未来会来。嗯，生活是没有特定的轨道的。如果可以，勇敢的对所有恶意说 no。好的。如果可以，去做你想做的，而不是别人认为正确的事情。对，做自己想做的。期待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。如果可以，让过去过去，让开始开始。最后记得要经常夸夸自己，最后不管是什么时候夸自己，都要对生活充满热爱，自己也不可以困住自己，非常好，总会开心的，总会快乐的，遗失的就遗失了，该来的总会来。这封信写给你，写给我，然后写给亲爱的自己。好，谢谢。我是你的光芒，你是我的明灯，我们彼此照亮着远方，心脏跳动的方向就是我们的终点。好，结束了。就是看着有一点尴尬，因为感觉就是看，我不太看自己的视频，感觉，但是这封信去看一下文字的话还是非常的，就有些感触，就是感觉今年确实会比去年的那个时候更开心更快乐一些，好像也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然后呢也被大家好好的喜欢着和爱护着。对。